哎哎呦，这到底是衣服还是窗帘？哇塞，那个哎，真的很露。它是一个，对，它是只有前面两边遮，它侧乳是可以露出来的。这个摸摸名字越来越怪异啊！摸摸，这个摸摸，你叫摸摸，160，哎，他看起来不止160哦，不止，看起来超长，看起来不止。然后呢，32D、24、32，双鱼座，哎呦，双鱼座水座的，哎，你用过，对，那个，真理大学应用日语系 ，OK， 专长帮大哥知道更多的知识，哎呦，这个。这个不对不对，我们一较高下，不一定谁输谁赢。对啊，平常都在摄取一些知识。对，来欢迎摸摸，摸摸，欢迎摸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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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行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张摸摸。张摸摸，张摸摸，摸摸，哎呦，跟张立东本家人哦。哎呦，张家人，红中红中，来，请自我介绍一遍，请开始。我是双鱼座，然后身高是160公分，体重是44公斤，然后上围是32D、24、32。我们今天看一下您这张照片。选这张的特色是想说，让你们感觉就是很想要把它打开。哎呦，哦，不是，你们怎么会？你们到底跟他们认识吗？你们到底是要哪一个节目来真人啊？我们什么时候要打开了？要不然就是吸，如果把兴趣变到节目上，是打开是拨开啦，有点会撩人呐，有点对对对，很想开。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这些工作人员他们会用私心在那边哦，弄自己福利。看一下照片，哎呦，也是同一天，你想对对对，同一个系列的，同一个地方。还有这样一张吗？哎呦，这到底是衣服还是窗帘？哇塞，那个哎，真的很露。它是一个，对，它是只有前面两边遮，它侧乳是可以露出来的。对，有这种。那怎么样子想要来应征我们这个公光小妹的是为什么呢？大家每天都是这样录影，几乎就除了几大哥这些坐着，然后其他人都是坐着嘛，你们站着。所以要是我在的话，我会上，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帮你们带动了气氛，就是跳舞，所以我来的话。你也来过。为什么？你们太多人都不记得了。奇怪。哇塞！哎，帮大家带动跳，让大家站起来。准备银杏摆在我们旁边，我们要一直吃，对，要弄对。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像我，就是平常我在外面也不会有机会穿这种衣服，所以真的来，因为我买了很多衣服，然后其实是买了3年，可能都没有穿过。那我现在再来这里就可以来秀一穿这种性感的衣服。也没有，就是喜欢有些特殊装扮，或是就是奇奇怪怪的，哎呦，没场合穿。这件好看的，雍容华贵哦。对啊，而且怪妇的感觉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完全就是吸引着你的目光。所以上次你来的时候是抖音带动，对对对，带大家跳舞。好，那今天还要跳吗？要啊，假如你们愿意的话。请问你要跳什么？前面有1、2、3，然后就开始了，然后开始是照镜子，就是手举起来，然后撩头撩头发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打篮球4下，1、2、3、4，4下，然后左右左左，左右左左 ，OK， 对，然后最后就是骑马，然后甩鞭子，就这样。来来来，先跳一次给我们看，来，好，前面跳最前面，来来来 ，Music， 照镜子，撩头发，拍篮球，左右左左，骑马。哎，还可以 ，OK 啊，还可以，好的，很简单，有口诀，来开始喽，可以，来，预备，验收，1、2、3、4。口诀你们会那个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整齐，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让我们知道更多的知识，什么样的知识啊？因为我是人称移动维基百科，我会知道一些就是非常冷门的知识。哦，比方说知识，你手指可以借我吗？可以。就男生的那一边的大小，大概就是这个手指头的3倍，所以他，我这样握就大概知道你那边多大了。再是3倍，被看穿了，成绩还不错啊，可以，这样对，就是然后
握住，然后这个的再加三倍，就是你的那个的粗度。粗度。这是高度，是粗度。粗度。所以我想说，你也太抬举我了吧？害我有点心虚了。对，粗度啊，直径，你很喜欢研究这一方面，冷知识啊，就是很喜欢研究一些奇奇怪怪的。好去。好，国光詹大师时间。对，我刚刚很仔细的帮他观察一下，要扬名立万，要成功，要有好名声。他本身生肖属马，这个马的话就摸摸有没有？摸中带草，有草可吃。带两个日一片天，带一个大马会壮大，光是名字就帮他加分了。其次，我觉得他刚刚表现是很自然的，跟主持人的应对你来我往，跟乒乓球一样的。那么他在现场是不会冷场的哦。那这是我对他的观点，然后我觉得他整个来说唇红齿白，言之有物。产生那个频率是正确的，但一切都是所说的，没有用，还是要用这个詹老师扑克牌时间，这个最精准了，好不好？抽一张，对哈，抽一张，你是否跟这个节目有缘，好吗？好。好紧张哦。红色都代表好事，好不好哈？好七，好多七。这个带财的，真的吗？会帮整个节目带广告来。哇。也许。那你不用录影。下去业务，而且厂商也会很喜欢他，然后后续的字幕啦加分都非常多，也可能说带财对整个节目来说，我觉得是财星高照，有加分。哎呦，等一下投票的时候，那刚好那个七还七妹的七，对七呀，哦，哇塞，你是这样没抢我的话是不是？是不行吗？不行吗？本来准备要讲，他帮我，我一急忘了，他帮我。其实我一急，我家现在是不行吗？我是最讨厌别人插我话，其实你插得很正确。哎，你插得很好，你插得很好，还顶嘴。那个数字恰到好处，补了我。他刚刚补了我那个重点。变头七，我跟你讲，所以这个七就是有快接近七妹的身份。在他身上是七妹，在你手上是头七。头七。是 OK 的，很加分，很加分，好不好？很加分，哦，带财带财，不错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第一次看到女的健身教练线条练得这么漂亮哦，对，而且她很娇小一个，她不会一块一块的哦。你不要闹，深呼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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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调节一下，放松，呼吸，节奏，放松，头放松，调节。梦婷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健身教练，我叫孟婷。哦，孟婷你好，健身教练。对，健身教练会看穿我们男人就对了。對啊，可以啊，我可以。体脂肪还是？就是看你的身材。哦，对，说不定你穿着衣服，你跟我说你手臂很粗。他怎么会看不穿我们男人？你看，首先这样子。哇塞，为什么你要这样？你这样，这是我在示范动作啊。这是被我们看穿吧？这样。背肌，对，我跟你讲，女人有背肌，哎，转身展现一下背肌。哎呦，哇塞，哇塞。